看我们两次视频，我就觉得你表哥都挺好看的，我也想，主要是我是白头发，嗯，我想给我自己的头发，嗯，不中想染，我本身我还有点过敏，染完以后，嗯，就从来一次短发没留过呗，没有，表哥我放心不？放心，放心，我从开一个多小时车找你了。请我到哪儿了？那是海港区的，海港的是吧？嗯。你剪完短发和亲爹亲妈都不认识了吗？你自己赶紧自个儿评价，你感觉你对短发有信心没有？我没说过，不知道。啊、没说过呀。嗯，没说的，都一直就这么长的头发。舍不得吗？舍，真舍得，真舍得。你放心吧，剪特别容易，两剪刀就没了。但是想留这么长，快啊，高吧，啊，长得快，想留一定要留起来。这回你就过渡一把，要不你目标你也想剪个特别短的，对吧？嗯，以后都留白头发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好看来看，早晚得剪，这个坏人让我来当，行吗？啊。你说的我还挺没底，坏得让你来的。本身就是嘛，你说一回短的没剪过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是这种最短剪到这儿，这种那不行，荷叶头那也不叫短发，那不叫短发，短发得个性，对吧？得短，对，你做好心理准备就行。对，再说这头发扎扎毛毛的，也没个啥用啊，嗯，是吧？嗯。剪了，剪吧，交给你了。换个人，嗯，我就负责把发型给你剪好看喽。行，中了啊，中吧。行，咱们就挑战一下人生第一次短发。行，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指定成功。哎呦我，你真敢说呀你！你这不是你剪是吧？你知道我不会成功？你知道我不会负多大责任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剪了，剪吧。我就是无意中刷到你，可是我们那边人。让他给我剪短发，他们都说你短发得天天洗，嗯，一天不洗都不行。嗯，那我剪完短发都得不用洗，也得洗，也得洗，也不能说天天洗头啊。冬天的时候啊，你夏天一天洗好几次都无所谓。他都是有人不敢给你剪，嗯，对吧？我说盘小子来都说你疯了，我说是，都说你疯了是吧？咱们就请老哥不下你了，跑那儿聊去。咱们就通过发型证明一下，疯一疯，是吧？他说你他能剪多好啊？我说剪完老好了，三剪两剪的就能出型了，那头发。剪了。剪吧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后悔不后悔？还有一个，我还有一个嫂子是北京的，往这儿赶的。是吗？嗯。本身都是11点钟到，结果呢，火车晚点了，马上该下火车了。干啥嘞？看见没有？不是看我，他那什么，他也是短发。我说这脚贼好，我就好像在我印象中我就没梳过短头发。你就好奇是吧？嗯。短头发究竟啥样啊？不是。一个，嗯，是我想把我要我原来的头发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不想焗了。嗯，就不想再染。对。不想再染，等我再剪短。嗯，第二个，特别喜欢那种头发，嗯，满头那种。外放。对。行了，你这想法和别人不一样。嗯，我可喜欢你了。第三个就刷到你视频了。嗯。一点香都没有。你这声音够大，别剪了。嗯，没舒服。你说这样一辈子不梳短头发，其实也挺遗憾的。你尝试过？这么对？你早晚得剪啊！我感觉你到七八十，你也得剪短发呀。是吧？哪有七八十的大长发天天扎个大辫子散着的？你想的特别明。50多岁剪一个个性一点、好看一点的小短发，
也换换衣服，也换换你的这个，对吧，心情。对。你这短头发剪毛发了没有？没人敢给我剪，一说我不洗头了，想把头发留出来。嗯。都说不行。都说不行，我支持你。不洗头得多老啊。嗯。别的我支持你吗？其实我最早刷视频是刷了北京的，那就是白发，嗯，就是这意思，别剪头发，自己的白发剪出来，你形容老好看了，嗯，完了紧接着就刷着你了，全是我的，嗯，剪头发得剪得勤啊，短头发就麻烦，多长时间？一个月？俩月？两月能剪一回呗。来了以后再找你来呗，那不多，也得预约吧，也得预约。我估计你剪完短发再记我一辈子。我是你初恋吗？啊？这样看是。初恋是最难忘的。嗯。真是没人给我剪过短发。嗯。这包括给我烫头那个，其实他手艺挺好，给我烫的那个。他都不赞同，不赞同是吧？你看，我都证实一下了，脑门太粗了。今天一剪，我估计回家唠都得惊艳着了，你都得吓所有人一大跳。嗯，在他们眼中我都是那样的头发，就这么多年，全那种头发。但是无论长发短发，总有人说有一半是好看，一半是不好看的。固定的。自个儿占好位啊。嗯。我剪了就不后悔。剪了就不后悔。记住我啊，把那花果那什么，那剪白头发。记住你了。嗯。不要这种感觉啊。我突然不喜欢这种，我很喜欢那种。嗯。白的。对。我有气质，多有个性那样头发梳着呀。那得剪好看不？剪不好看了，也像老大妈呀，知道不？理发师最考验一个理发师的技术，那最考验一个人穿着打扮的那个时尚感。不具备的话就不能理发。不都具备，我就差理发师。就给找着了。找着了。嗯。500来啊。嗯。挺棒的。发型不像衣服似的，对吧？对。不好看的咱不要了。这发型剪不好看吗？咋换呢？我咋领大学生？看的不可多了。哪个头发你没看着过呀？嗯。只要他敢把这机会给我，我绝对不让你哭着回去。昨天晚上激动了呗，想想剪短了。没有。心还是大的。嗯，我真是。啊、哦。没像别人睡不着觉。嗯。琢磨。你说这发型一看就是夏天留的，是吧？嗯，对。其实每年到夏天，我不是头发贼长，光出汗，本身我对头发还过敏。嗯，其实我看了一下你脖子挺长的，
脖子长就不太适合后面那块堆着。嗯。嗯，我那像三次之的。好吧。你想把我白头发整没了，你说？好吧。能想留的，看不着了。别着急，扯俩也遮不长。啊，那我理想中的短发，啊，理想中的短发呀，理想中短发在这儿啊，你要求也太低。我你白发没出来，出来以后完了就没有理想中那么丑吧？没有啊，没从青花草白来吗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上东门了。哎呀妈呀，孩子。一点都不像刚见，满意吗？满意，能记住。嗯，满意，点个赞吧。点个赞吧。啊，点个赞吧。点赞。对。